开始啊，来，用的。你家邻近有放灯吗？这样灯吗？我不照他们的照门。你也可以选择一颗。嗯，猜拳决定谁先好。一颗还是我慢慢。看我看你的。你老鼠跑去洗澡。来吧，猜拳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布。他们猜拳决定开始布。剪刀石头布。你知道这游戏是谁要先开始吗？去过葡萄牙的人是第一个开始玩家。没有人去过葡萄牙。没有人去过葡萄牙。哈，说明书上写的。哈，没有啊。给欧洲玩的吧，是不是？妹妹先吧，妹妹先。我之前玩一个游戏，他说最爱干净的人当第一个。最爱谁？最爱干净？小猪的。那种评论。当小猪那个。对，就是晒小。那可是重点谁？怎么评论？像我跟他就明显就我比较爱干净，他就不会。是那我们两个就是我。好，开始吧。我比较妹妹先，随便拿。妹妹先，随便玩了，不用理他们。他们那个心机的，不要理他们。好，换我吗？你们决定吧，你们猜拳，不然你们猜拳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反正对我来讲都没差。先。很好为什么要泡哥？因为第一个拿的哦，快点瑞光，下期点掉，很棒的，蛮快的，玩一玩就到了。前面换你了。都只有一颗可以拿。对啊，真的。好难哦！这里，先下手了。啊，幸运还黄的，就分的。啊，还有后面吗？好多你。那个是等于是等一个啦。比如说你这边讲到这里再拿下的话，你就加十分。对，这边有三个。对，再拿。我觉得这个有强迫症的人不能玩哎。我们小玉，你不会要会想一样，对，会把它一直夹满。我懂，强迫症。对呀、啊，强迫症。妹妹换了，妹妹。现在被我扣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是被你扣分。这边真的，这边先加比较快吧。这边先加没有了。然后等一下再算自己。那这边算，这个过去是要算，我加十分。放了这一颗对不对？一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分，一二三。都没有满对吧？一加五十。一二加两分，一二。一加二加六。小鱼，好。好。啊，我觉得我又放错嘞。正好阿呆，我刚刚拿错了。没关系，才第一轮，好的，还有得救。哇，被你们清空了。妹妹，你只能选择蓝色或红色。扣分。只能排那五个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老白扣一分，哎呦，哎呦。那我可以，我不能放两条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放那个五个那一个。他能放，你只能只放一条，不能啊，不能。哦，对。不能移啊。对。当然要放对啊。对。哇！啊，又被扣分好不好？可是你加分加很多哎。可是你可以一二三。开始哦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好，开始。忘记算分数，
一，然后再抓四个，二，多一个，然后一个，好惨，只有两分。那我要被扣两分啊！干嘛？靠自己？太棒，太美，不用看了。来，好了，看这个没有，还没有丢进去，对，还没有丢进去，还没有丢进去。先放在录音里放了啊。莫名其妙就被扣分了，讨厌。那种，这个放上去。刚刚换，刚刚到谁啊？谁？刚刚换我。刚最后一个是我。对对对，因为你被下了，换你啊。换你，换你。嗯。换你，换你。嗯。玩了很顺，就很快的。换你。好，换你。你看吧。啊，瞬间的话。好。变熟了就很快。换你呢？那个扣一分要拿回去。哦，对，蓝色怎么办？小鱼，蓝色多。拿哪里面啊？然后扣一分，小鱼啊，对，我扣一分，小飞扣一分。然后他要算，他要算零进回去。很多。对。到我了。嗯。那怎么样？妹妹，换你了。对面，你要装工作也是。没有啊，就刚刚好，因为我不想被扣分，我刚被扣光了。我不想拿走，因为等一下有人要被扣分，小鱼。还好吧，今天就扣分。没有，因为分数很少，要被扣分。对呀，你只能三分而已，要被扣分。最低就零分吧。啊？反正最低就零分。那是两个的吧？哦，不会负的。不会负。最低就零分，对啊。结论呢？最低就零分，最低就零分，没有负的。一直卡在这个零分这里，不是还要倒退？反正最后是这个啊，这才是重点啊。哦，嗯，你要换哪一个？你要拿哪一个？好，那我拿。好，算分数。一分。一个三。不想被扣分，九哥就是我要拿那中间被扣分，而且中间那个是几个人工人，对啊，是一二三四五分，好快哦，想想哦，这边加一嘛，二三四五，就一二三啊，哇。蓝色的几颗？二四三颗，那我就知道蓝。蓝色的进来吗？四颗，四颗，可以拿三个红色啊。你拿黑的也可以啊。哦，三个红色哦。对啊，三个红色不要连线。拿黑就好了。黑的三四五六个，六个，这里有六个，你再扣一分。不要，那我要拿红色的，扣一分就好。这个没有，没有，起码有三四。那如果是这样这样的？如果是这样的，一二一样的，因为只有左，没关系。有蓝色。好呀，那就是我。妹妹，蓝色是几个？四个。五个。五个。八加三。哦。扣就扣吧。没办法这样加。扣就扣啊。你可以。哦，扣的。扣的好不好？没办法这样加。八加三十一。你还是行行好，拿走黄色的。你要故意要卡卡他，不要啦！哎，好好好，可是你不要拿蓝色，就可以让他
个蓝色。对，拿蓝色扣一分啊。拿黄色好了。对对对，这样我才不会扣分。没有，那叫你的卡，你要直接被。我为什么会被卡？你现在就那你就只能蓝色的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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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分要扣掉，然后啊还要扣一分，然后再把它扣回去，放这边。好。哎，刚刚结束在谁那边？小鱼，我。嗯。我这样放松多久啊，陈佩娟？哈哈，他还搞不清楚规则吧？你也忙哎、欸，对啊，看那么多，我看那么多局应该可以撩了。没有，这其实很难抓起来，我很可怕，太古溜了嘛。是，好，妹妹开始吧。又好了，这个是里面的吗？对，里面是外面的。那云宝贝啦，看我们在云处。这是什么？你这边有红，这边还有红吗？对啊，这个是红色对调。对啊，因为我刚才已经移进去了，它要怎么在那边 ？OK。难怪我想说，我的怎么感觉很复杂？复杂，而且它在这里，又不在这里。是的。我看到一个好的，就终于可以，如果没有人来，不行，残忍我，只能拿了，只能拿了，因为我们忘记了，进去了，其实不会啊，我拿错了，我也还好啊，就摆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个，可以啊，可以好，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以为摆你要摆这个。你看他够吗？云宝贝，哎呦，他救了你，好，哎呀，抢分数哦。你要拿中间哦。对。我也写不下，他不是我。
这个应该好。白输了。蓝色是哪个调？蓝色。蓝色。对啊，不一样。不好意思。这样不结束了。对。等这样是要等最后的结束，还是现在不想结束？这样算结束了吗？这样就结束，还是这样就用完？这样子哦，这样就结束了。想好一下，蓝色乐园，对，是看你有没有蓝色，你要结束你就拿，然后这一回合你就。因为我们两个同分了，你现在就是然后后续加分，后续加分，如果你要加分情况，我想想啊，这样就好，自己要算一下。只能扣一分，然后哎，对，没有哎，他们拿了以后，等这一回合结束才算结束。对啊，全部都拿完嘛？没有没有，他们那个是已经就是五个剩一个，哦，五缺一。再看一次啊，也是有。然后帮你拿红色啦，红色四个，通常应该不会当下就提，不然黑色要扣分啊。嗯，黑色要扣分。红色。红色多，一个两个。啊，对啊，好快哟、哦！他扣一分，你也要扣一分，不止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这四个，我只能摆这一个哎、欸，扣双双啊，对，啊，你很重耶、欸，好坏啊，啊，就这样扣两分吗？这样的意思吗？对，你这样扣三分，扣四分，开始算，来吧，好，慢慢来啊，一二三，什么都不从照顺序，六，一二三四，六。这样子就一二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轮班的快乐点是今日是何日的，不是的哦。一二，然后一二，是不是？一二三，哎，刚刚做完就快半小时，就花钱了没有？你很挂高分，因为这个后面，那所以你这样不可能讲吗？啊！对啊，人家就说他很心机啊，谢谢，我很心机啊，你啊，你好心机啊，还是说我上次还说我要让你，有时候会加一个点，哎，奇怪，我是被我老婆阴了吗？那一分去哪里了？一分好久，老婆你一分扣了吗？哦，扣了扣了，我刚刚扣，他可以做什么？一分拿来的，三四不错，可以走，可以戒掉了。现在是逃亡的计谋。哎呦，这是快要五个同样的。谁啊？快要五个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我要解决哦，就是要默默的，低调，要默默的。哦，他也是快的，他红的。你不要讲哎！你有什么事啊？生气，生气气。有什么事？你有什么事？把这秘密讲出来。你不知道太少了。白色，对，我就觉得永远记不，永远忘不了。观众，我要配一下姐姐站，然后他就给我这样。我说你有粉丝啊？来吧，六福吧。你刚换谁？小鱼换妹妹先，你看。没那么惨。我们之后组织大一有人有机会抽礼物。没关系啊，你能有聪明就够了。不可以夸奖他。不行啊。换我了。嗯。换我。想一下策略吗？那你要去破冰柜的车。哈哈哈！哦，至少第三名。怎样？哎、欸，他刚来了。这叫放，这叫放，是怎样？我是为了放长线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玩的很烂，十分倒数放长线。谁？妹妹哦。我。嗯。哎，十分倒数了。哇。
不要自己偷。杨宁也可以啊。我也可以，耶耶。你不要偷。我不信。赶快把黄色全部拿走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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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主意。反正你还有空。反正才扣一分而已，黄色全部拿走，他就不拿了。不能赌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你拿你需要就好像。我就是需要黄色，不要来。对呀对呀。你不说就会急。还有电器，那要拿我的黄色哦。哎，刚好，刚好，啊，哪有刚好你站在最角落，你真没办法加分哎。要不然他好像也没其他。那这蓝色可以拿，你看。有没有？我说的对不对？好吧，好吧。耶，拿回去的牌不能被放回去哦。一手无回大丈夫。换你，换小鱼。我数理算不错啊，还是没办法。那我要拿黑的，蓝的或黑的都好啊。黑的啊，黑的要摆哪里？第三行，第三行刚好。独立位，独立边间，一分。啊，独好独立哦。独立。哎，蓝色、黑色、黑色。黑色是独立边间。哦，我应该拿蓝色给他扣一分的，这样还有很多分哎，你们。没有教会我，多几次就会。从失误中学习，真的好啦。反正总比退七十好。健康，对，真的就啊，惨叫声，不，真的太可怕了，好烦哦，就觉得怎么又回来了。瞬间开局，我要扣两分，还有动开吗？大器晚成，开局。不管打他哪一个，他都会得分。对啊，我们这也可以。因为他不可能想，好了，都有可能。我学两个都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被扣分啊，因为不是没有分。这个忘了拿。等一下，又我又是最后一个，然后最后下一个又抢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换谁啊？没了吗？没了吗？没就抓下去。妹妹换你吗？老婆那边。我知道。换谁？换雨蜜，因为刚刚最后一个是我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5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
这样子啊。哦，一下横着两分，豆腐还没换呢。两分，这边还要再加两分。有全部拿到花色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有？真的？不，你拿了第一名。我的手机是第一名。加十分。喂。同一个，同一个一，他拿到五个单色，对不对？在啊，在啊。所以他这边怎么样？五个，同样的是十分。谁第一名啊？第二名是谁？等一下，你们要跟他还有小鱼对战。我问第三人。没有了，问第三。因为只去了第一名，我是我最惨了。那我刚刚想要拿。你们要跟我还不介意吗？没有，因为等一下三四名这边，然后一二名那边。三四名要争那个谁不是最后那两个？很坏哎！不要不要不要玩了！不要拒绝游玩，我是没话题的。谁要争第一名？谁要争第一名？争第一名就好了。哇，妹妹已经有一个十分的了嘞！那后面妹妹有十分，妹妹有十分的，妹妹是高手等级的，对，还有复杂版。他的啦，复杂版，为什么没有颜色？黄的也可以。我不管复杂版，我也不会玩。我不是对战。哎，复杂版会玩吗？可以自己摆吗？复杂版怎么玩啊？那你要讲好了。啊，还有复杂的。有，就翻面啊，翻面。哎，第一名是谁？赶快来玩哦。还没，还在，我们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快结束了，两个在厮杀。我搭高铁吧。你知道搭高铁搭火车？高铁。高铁吧。对啊，火车太久。然后有人要帮我入冠亚军赛吗？
对，小鱼不行啊，你就是冠军，没有人在的。哇，你臭严肃的，我不愿意。开直播就好了，不用给我开直播。那谁要开直播吗？好的。玩的是很累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没有，我是蓝色。很累啊，真的需要。需要自己学，我蛮努力，但是输了。我都挺努力，你看就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第一次玩算很强了。对啊，很厉害。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玩就是不知道干嘛。这一局还不能结束吗？还不能。然后一直有错到吗？没有。那时候是举新入来，就是桌游版。起码要再两回合。然后因为这个桌游是。没有，这个是第一名的，这个这一场赛，这也要抽个大。然后再下回合。然后又是妹妹换妹妹。我换你。红的啊，我扣分，加速扣分。扣一分。好，来开始算。哎，你怎么一二三四？没有玩。一二三。我有玩上一局啊。一二三输了。没有啊，输还没有，一二三四，输还没有吗？你等下就过来这边跟他一起玩。无法，妹妹超强，妹妹超强，不会是阿月赛。哇，那你有二三四，对啊，跟你朋友，好。OK， 你们去哪？还有，还要再一局，还要再一局。礼拜六，明天休息。你是上班的吗？很久没啊，对啊。因为明天休息吗？上班了。哦，他今天又去什么？因为他是没上班。我这两周都没有吃饭，没有要去新的一个单位，要去打球。你可以去星光三路，找一个。哎，不够哎。不够，应该是那些不是吧？够，应该够。十一月差不多了。少一盘。少一盘怎么办？然后就这样啊。嗯。那谁？刚刚最后一个玩，最后一个。真的。为什么？味道很重。蓝。我回家都要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再一个蓝色就结束。为什么？这个会吸味道。黄色比较难啊。不管怎样都会。就是会有味道。就是穿着它充满了肉味的。用蓝蓝色就要扣分。你们为什么要乱对号入座？因为已经交往一阵子，已经不是在那边那个要泡汤的那个。哦，我再讲吧。对。我小堂弟的。不知道。我不告诉你，我不想加入的那些话题。是啊。好复杂。几点啊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反正我都是想说从头过去，因为那个怎么都红的。看吧，就不用上镜。OK。是啊，换我。换就那我就蓝色。对，在台北捷运站那边。这里为什么有两颗？太远了。它是流星状。还有玻璃区的。哦。我会经过家里吗？你们要走哪里啊？高速公路上，高速公路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要扣好多分了，我的天哪！那红色在摆哪里？对啊。没有，我不能摆耶。我可以拿红色啊，我知道。麻烦你拿走。因为我拿这个没有用啊。对啊，你就拿你需要的啦。对啦，有没有没用啊？对啊，没有故意要害谁，但是就是要拿你有需要。这个没有，我没没用。拿什么？看你，看到是你拿那个只有三个。对啊，没用啊。对，好，那你拿走。对啊，那个烧脑是新先生吗？因为粉丝逃不脱，太来的，叫他们要转单，等车他们要走。可以拿，哪里不要走了？对啊，搭上别的车。哦，那我拿着扣两分结束，东西都拿，那我拿这个，没有，没有，妹妹已经不行了，妹妹换你了，妹妹不能拿蓝的哎，还好吧，妹妹只能拿红，一颗黄色给她，黄色啊，黄色下最下面那个，黄色下面。
因为你没地方三黄色了。你们整系跟哦好，你们在一那时候你还有第二系。好，欢迎。对啊，那两个都在。哎，好，请来吧。一个在防疫科，一个你可以摆那个三个。然后不行，我这个。哦哦哦。好，算分结束了。不要。那四本干嘛？一二三四。那不是用过认识？干净的是拆封过的，就不要管。电视上面，电视旁边那台是我的。电视那可以的，对。然后等一下我跟你对一下那个操控手感，因为其实等一下开我的，然后看结束了，对不对？要算总分的，对不对？你打，没有，我怎么会打？你说这样吗？干嘛？不可能，你就直接这样打。哈哈哈哈哈！当背景音。一见人就炸，炸。对啊，八千个赞，十分，一二三，哦，那个有看吗？还是，哦，我现在想到，问题吗？八十分，哇，我七十，就是打下去，然后就整个僵硬，僵硬，对啊，妈，哪一个？没有，老公，你要整个的这样，一二三，对啦，八七十，然后横的加两，对，横的加两，一二，然后七十，哎，横的我还没。横的然后再加两对，横的要加两然后直的是加十分，直的加十分，哎，直的加七分，七分，就被你们点球想怎么走，一二三四，那就录完了，出两排，然后八十四，哎，